今天来的地方是东京都小金井市的江户东京建筑园，这里是一座户外的博物馆，用来保存散落在东京各地30栋珍贵的历史建筑。园区分为西区、中央区和东区，我们现在在东区，这里呈现的是夏天风情样貌的街区。园区吉祥物江户丸也是由宫崎骏设计的哦。说真的，这里简直比吉普力美术馆还吉普力，各种场景都可以拍到宝。
没想到东京有那么可爱的博物馆，门票只要400日币就可以参观到这么棒的建筑。这里还有一间日式传统钱汤紫宝汤，据说神隐少女打工的钱汤也是以这里为原型做参考设计的。这栋是建于1856年的居酒屋。现在要去的茶坊在西区，这一区的建筑以日式农家和西式建筑为主。这栋建筑原本位于新宿信浓町，据说是一位气象物理学家设计的，后来由一位德国建筑师进行改建，现在就是改建后的样貌。
周围种植了好多枫树，秋天来的话景色一定很美。接下来这栋豪宅可是大有来头。人生可能只有现在可以正大光明的走进财阀家参观参观。其实这里是日本三井集团第十一代的宅邸。本来这边的行程预计只有一个小时，没想到每一栋建筑都好值得慢慢欣赏。今天选这边还有个原因，就是空间很大，方便轮椅行走。日本的无障碍设施做得还是蛮不错的。Golden days drifting far away. Light is leaving town. Colors fade, but I'm thinking we stay just for a little while. Ooh, let's lose track of time. Darling, stay for a little longer while I hold your time. We'll wait, so just rest your head upon my shoulder. Nothing in our way is colder, but the day's not over yet. Summer nights, watch them go by as we fight off the cold.原本想说在这一栋的外围绕一圈就要离开了，但是工作人员特地跑出来说可以帮助我们，真的很不好意思又感动。
Tell your friends, we'll let them know we're safe, let her